下一关，粉红色的是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棒棒糖。我现在都学会了看颜色来猜题目了。快快，下一关，下一关。黑色的，哪有黑色的食物？这不都是红色的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樱桃。这是谁家的樱桃？果实跟他们的树枝一样粗，这樱桃顶多卖个一块钱。不对，卖一块钱我都不买，没有肉。下一关，黄色的，我知道了，是菠萝。队友，你进去就行。对的对的，没错是吧？我就知道是菠萝。这个菠萝长得跟梨一样，我被折服了。下一关，一个棕色的大饼，牛排、鸡块、烧饼、烤肉都不像啊，难不成是牛排吗？这是个平底锅吧？还真是牛排，这牛排应该是糊了的。寿星黑化了，后面还有几关呀？再这样下去，这些食物以后都不敢吃了。黄色的东西，咦，队友你怎么就跑了？黄瓜？怎么可能？黄瓜不是青色的吗？我勒个大蛐蛐，还真猜对了。你家的黄瓜长这样吗？我服了。下面这个是紫色的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葡萄。葡萄葡萄葡萄，赶紧走，拿着开关赶紧跑去下一关。黄色，这好像是一个汉堡。嗯，这是迄今为止画的最好的一个食物了。麦当劳、德克士、肯德基、必胜客，完了完了，肯定画不出来了。红色的 M， 我知道，是麦当劳，冲呀。哎呀妈，居然不对。妈耶，一下子就被传送到了起点。那不是麦当劳的话，为什么是红色的呢？而且还有个字母 M 呢。哦，原来是字母 K， 是肯德基呀。哎，我太难了，请给作品打分，请往下一关。我还是拿开关直接过去吧。作者，我能给你打分，但是这个食物我给灵魂画手打几分呢？算了，分数不重要，生日最重要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给大寿星唱一首生日快乐歌。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，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，每一天都精彩。看最难的作业为你留着，听期末的考试马上又来了。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永远，幸福永远。